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来。自己主动开始去跑步，因为那会儿发现跑步不累了，你每天跑操以后，你的精神也就会变好。我们今天谢谢呀，谢谢老师，还说了很好，都洗过手了吧？对啊，你去盖盖是吗？对，扎高高的，这样又凉快又好看，对吧？现在的话，衣服一脱了，就叠好，然后换上新的衣服，还有规律了。在家有空闲时间，就可以在家里洗洗盘子，整理整理家。就是住宿的话，就是不想妈妈，因为就感觉老是像妈妈一样，真的，因为在学校就像在家里一样。Class begins。接着。燕子，燕你怎么记？这个字好复杂啊，我觉得。衬托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？最后一个是。深化主旨，我觉得哪怕是老师讲课，我都会被这个老师的人格魅力啊，包括每个老师不同的讲课风格给吸引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学校老师非常独特的，也是特别迷人的地方。它比例是可以以一个车轮，然后为基准点，为做那个一。这个红啊有点皱，让你把它熨一下就好。你看它现在叶的颜色跟它之前那个跟原画的颜色区别在哪？如果你假设有两个人，他们的都是同样的这个图，来，你们看这个 ，I searched a new that a student is being a new 是什么东西？对，首先告诉我 a new 是什么。其实周一到周五也不太能见到家长，基本上每天就是和老师朝夕相处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一有问题啊，你就叫他们一下，找一下，他们马上就会出现，就觉得这七年的时间，身边的老师就是无时无刻的不在陪伴你。可以说，这么久的时间。因为我的老师们，我从来没有感到过不安。表演的时候一定要自信一些，快速的学习的交替，不要太慢太黏。就是上周，我妈妈在车上突然问我说：“你记不记得一年级的时候，你有一次家长会？”我坐在后面哭了。当时我就记得，你什么都不会，然后一上了这个学校就，好像什么都会了，然后把她也感动的呀，瞬间就哭了，然后还说。真选对学校了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怎么着也得六五六上面吧，然后呢？那你上次比较弱的是哪一个？来，对你有信心。好，快走，快走，走了，拜。虽然没有真的看到他回到家吧，但是，你看到他上到出租车，然后从这个校门出去的时候，你心里还是多了一份踏实，就是，觉得他会安全到家的。Thank you.